因为韩国导演说要把我们的感情拍出来，他说有时候他打架真的不是这样，可是拍片的时候你要有感情，你要有力道，所以说你就是要转腰这样回，你要能够拉出来打，对啊，这很费力耶。可是我们常常在拍打戏的时候，拍到大家都在吐啊。像我记得是你吧，我有吐过，对，运动量太大，真的啊，被吐了你，我有吐。你说是因为运动量太大而吐吗？太超。赵又廷也要打吗？要啊，我要打。所以你可以请他们两位，然后你讲一下老男孩那个指导的。啊，要按九四啊。先试一下，我先打你一拳嘛，好，再打你一拳嘛，对不对？打左拳，然后打左拳，打左拳，然后再挥，不会。不，哎，这样才八下而已，还有一下，第九下才，先往后退，第九下是可以的，往后退完最后一拳，最后一下，好，所以刚刚这个是套慢的，套，然后他们要在这个这样子的过程里面，慢慢习惯，变成身上的一个反射。可是为什么才可以看起来跟台湾平常打没有？这是基础训练，然后你要看电影嘛，所以请问是很难，因为他们在戏里面是玩命。哎，请问他们真实拍摄的时候，就会速度加倍，然后力量加倍，然后招式都不一样。赵又廷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一招，不要九招，就一个就好了。我们看一下那个，他要求我往前，我往前跑，然后你踢这里，他就是，但不用真的受伤哈。不会，音乐进来了。怎么样？有厉害哦！怎么样？但是我懂你的意思。怎么样？然后我们都来，真的啊，真的，你搞嘛？哎，这个。叫咩啊你啊！依家我攻得上，他有一场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来是马大哥。他有一场马大哥打他，然后他带挨了两三百下耳光，然后一直很急，因为马大哥舍不得，你知道吗？就舍不得，我就说，姐夫没关系，你就打、啊。为什么要打、啊？可是他到最后他自己打自己。对啊，我就说很用力，一直打自己。你说你示范给他们看，他自己打自己没有差，因为他很疯狂啊。他被打死也没有人在乎。可是我觉得那天拍戏一个最感动的是，不是我们被打，是我们的那个韩国的教练。然后因为马大哥一直很不忍心打我，所以说他到最后直接自己示范，他打他的助手。我们的武术指导，我们武术指导，不要说韩国的指导打他的助，而且每一下都一下比一下用力，是真打，真打。可是刚刚赵又廷踹你那个是怎么拿捏那个不要受伤的？就是要收力，要收力。就是在最后一寸的时候赶快停住，是不是？摊开这样，对啊。可是看起来很，看起来非常的逼真。而且有时候真的打的时候就没办法收，就是真的打到对方。可是刚才你们在打架的时候，豆导的背影好像国标舞老师哦。我知道。我想起来，我今天想要到底笑成什么？怎么会这花？你看，穿这么一穿，穿上恰恰还是论吧。好傻。所以现场有演员受伤吗？当然啊，好多。那受伤的时候，你会立刻就是感动的落泪或什么的？当然，其实常常很感动，看着他们。有一次 ，Mark 跟小天两个人，他们拍一场戏，然后我那天真的好感动，已经快接近杀青了。然后手流着血，你知道吗？假血，真血就受伤了。两个这样，然后笑着跟我说：“对，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？希望明天还可以更好。”像这样的片刻在 manga 里面有非常多次，就看到大家就完全热血的那种解脱，好感人哦！真的。三位型男齐聚空隙，笑容腼腆，迷死人。哎，可是你爸最近跟隋唐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很好笑哎。可是我觉得阮经天还让我蛮惊讶的。怎么样？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发展到如日中天，对，然后竟然还跟他女朋友在一起。哎，可是现在会不会有女生就真的看到你们立刻抱住，或者是就很大方的抚摸你们？他回去我们安排半年。赵又廷，你有打过架吗？在加拿大？不会打架，所以你是一个完全的乖小孩。
真的，我因为他今天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翻墙去找吃的。对，这不是叛逆，就是人格。对，我也觉得我好弱，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故事。所以你也不跟老师顶嘴吗？翘课，翘课有，就是为了找吃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小学的时候是那样，然后后来在加拿大念高中的时候翘课，就可能就在操场上打排球，不然就打篮球。然后因为很轻松，然后老师也都还好，可是也不会都跟得上，也不会被白人欺负嘛。他们如果讲一些很挑衅的话，你也不会生气。不会，加拿大不会，一切就是温馨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没有跟你爸顶嘴过？没有，你敢吗？我不敢。哎，你敢跟赵树海顶嘴吗？他有是我爹，我肯定顶到死，就是。我会被他烦到不行。可是我说，如果以现在就是你们正常的身份，他是赵树海，起码要摔门吧？啊？你说你很想对赵树海摔门是不是？我是说，如果他是我爸爸的话，他在家里一直念我会摔门。可是如果就是以现在他是赵树海，你会愿意跟他搭档主持吗？你会愿意吗？荣幸啊！因为最近手头上面有很多工作在谈嘛，所以可能没办法。刀子。赵，所以你有对你爸摔过门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就算摔门，他会把门打开继续讲。根本没有。那他会一直跟你暗示说他当初也很红这件事？不会，不会，他不会，他有跟我讲哎，真的吗？有一天金钟奖碰到，他就说：“哎，现在人家都说你儿子多红多红。”我说：“你几岁啊？你知不知道以前我多红？”有一点醋意，哎，因为赵树海就是很红，以前真的很红啊。我说开玩笑，赵哥以前比赵婷红多了。你应该也不敢惹他吧？是自己兄弟的爸爸，也是赵伯伯，现在是。可是你当时有想过要找他演一个角色吗？因为不适合，因为赵哥气质太好了。对，他就不像嘛，一群老鼠，他都嘲骂他。方大比较没有贪生怕死之徒啊，知树大，知树大，知树大，没有知树大。哎，可是你爸最近跟隋唐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当时看到新闻的时候，反应也是这样。你有觉得很多问号吧？我觉得很好笑哎，我只是觉得好好笑。你有问你爸说：“爸，你在做什么吗？”就怎么会跟隋唐？不需要问呢，因为这一看就是。是一个光明正大两个人出去吃饭，所以隋唐是你喜欢的女生类型吗？欣赏吧，工作态度。所以你没有，你不可以开爸爸玩笑说，我爸你好厉害，品味不错哦，什么之类的。当然不敢啊。所以那个这个事情就是完全不可以跟你爸讨论。可以啊，他就是会跟你讲现在我讲的话。哦。因为是光明正大，就是。所以妈妈也完全没有多说什么。我妈也是大笑。我们俩一起是笑中带泪吗？没有，我们俩一起看新闻一起笑。妈妈不会在意，不会在意。哎，赵又廷的妈妈当初给他两年时间，说如果没有红就不可以再当演员了。其他前面还是有一段过程，然后也是到处碰壁，有吗？有那么一点味道了？没有吧？因为爸爸那个赵哥带他见了很多人，跟很多人聊过，那有的人就直接说，他不太适合。为什么？他不会，就看不到他的好。对，谁啊？就是有嘛，就是我，真后悔，就是没有。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想说，就是你看吧，我红了，然后就觉得以前那些人，就再去走一轮，给他们脸色看。不会。所以如果现在这些当初没有联络你的人回过头来找你的话，你愿意跟他们做吗？当然愿意啊，没问题的。就是要剧本好，角色好。导演好，或就是整个是一个好的团队跟好的东西。OK， 可是我觉得阮经天还让我蛮惊讶的。怎么样？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发展到如日中天。对。